大家好，我是小胖啊，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全民 PK 赛啊。这场比赛的话带来的是三扫大头加魔方寸啊，反正全民 PK 赛玩啥的都有，咱们一个一个做。哎，不着急。那怪亮方这边选择上的是一个女儿武装的双峰配合着三扫大头加魔方寸，龙三的魔方寸啊，开了一把龙阵。那对面选择上的是一个女儿武装化身地府，保着一个三扫大头四保一。三扫大逃，那对战方也是开了一把云阵啊，那恰巧呢观战方是龙阵，也是拿到的一把极限拉克，那这么一个龙三位的魔方寸啊，将会有一个非常舒服的游戏体验啊，尤其是在伤害方面。对面好的一点，它是有速度啊，两个风系有速度，一三速，观战方这边是一个二速和六速啊，二速和六速。看一下十一回合双方的一个大逃，观战方这边大逃五层的建议，对面大逃四层的建议，差不多啊，差不多。笑里藏刀给一给，罗汉盖起来。那不管是三扫大逃，哦呦，观战方直接钟馗论道了，这样钟馗论道可以加到一个70%的法伤啊，70%的法伤。再加上分身20%，哎，分身没了，哈哈哈哈，啊，有分身加钟馗论道的话，它就是一个90%的伤害加成，再加上龙三位，再加上一把大克啊，可以说这魔方寸直接起飞了啊啊！当然恰巧这个时候分身结束了啊，那就不说了啊，正好分身结束了，一把水清保一下魔方寸啊。不过呢，对面恰巧这个时候也盖出了一把罗汉啊，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蛮舒服的啊，3400，再扫2700，五雷咒劈2900，观战方叠加到了自己的第一次炼魂啊，是对面三扫大逃的魔方寸。当触发五次炼魂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秒四的效果啊，但是这个炼魂呢，得把对面所有的人杀一次。啊，所有的人杀一次才行，而且是魔方寸要参与其中，把他们杀一次。啊，不是说非得魔方寸秒死啊，只要他参与其中了、啊，就可以。法术伤害啊，封印不算啊，封印不算啊，法术伤害，法术伤害啊，琴三叠也可以。啊，但是什么落魄符封中了，然后你把他点死，那个不算啊，主要是以法术伤害为主。死于神香，日月乾坤继续套三扫大逃啊，三扫大逃和魔方寸的话，可以说是最强的两个大后期了。只不过说句实话，就魔方寸确实不行。他确实不厉害，或者是说他触发这个炼魂的要求有点太高了啊，导致了他这个技能虽然很强大，但是又很鸡肋啊，很强大又很鸡肋。5500直接给切掉，没魔方寸没有参与上啊，但是大同出连破了啊，观众方龙阵有大克，这伤害有点太高了啊，10000宝宝再飞一个。魔方寸没有参与其中啊，这三扫大堂直接给人空切了，你是有点过分的啊。笑里藏刀，鬼炎抗风，破甲术再扔，鬼亮风这边还要点出连破了以后底气有点足。真阳令旗加给谁？选择先加给大同官府啊，横扫千军2400，队友呢贴下保护，留点血给自己魔方寸。哎，那这样魔方寸也就叠加到了自己的第二次炼魂啊，给到了这个武装官啊，身上大家看到有炼魂150个回合啊，对面大同身上也是炼魂啊，这女儿村没叠上啊，空切了，差那么一丢丢。回头一看，观战方大堂这边是16回合已经有了8层的建议，速度是相当的快啊。对面是6层的建议，观战方这边是8层的建议，
诸天看护也加满了，满城的诸天看护啊，八层，满城的诸天看护还有一万二六千，也可以加到一个12%的伤害啊。现在还恰巧是个风天气，得了啊，这天时地利人和啊，真的叫天时地利人和，全到位了。再来一把效率藏刀，嗯，你没速度吗？杨护要提前拉起自己的武装罐，镇阳令旗再给魔方寸补一个啊！但是魔方寸这边的话，钟馗遁道也结束了，再扫掉一个宝宝，灌亮皇回手还要压对面的大唐，又被空切了，这大唐伤害太高，五雷咒女儿村差一丝丝，差点参与其中啊，碰一下就死，但是终究没死啊。死了的话，观众会叠加到自己的第三层炼魂状态啊。不过迟早也能啊，因为这个女儿村她速度快呀，啊，每一次魔方寸秒的话，总能带到她，啊，总会带到她的。那迟早，女儿村这个点的炼魂还是要拿到的啊。女儿村这个点好拿，她速度快，总会被劈到的。提火保一下魔方寸。日月乾坤再套化生寺不给做恢复，天雷斩起塔了，起了个塔，水清，然后你起塔啊，提壶呀，水清，然后你起个塔，这个是有点过分了吧。水清再保魔方寸，五雷咒女儿村这个点的炼魂也拿到了，已经拿到第三个点的炼魂了。而关南方大同这边已经是九层的建议啊，距离自己的十一层建议也是近在咫尺了。死于生香，赶紧再控黄泉之息抓速度，对面要保证自己女儿村的医术啊，这个医术也是对面唯一的优势啊，这个可不能丢啊。横扫千军再拿，哎，大哥又给空切了，魔方寸表示我还没上车呢。水清连破啊，再次大唐出了一把连破，魔方寸还没上车呢啊，最后那个对面哎呦，这地府也被切掉了，怎么关张方这大唐有点离谱了，这伤害啊，大家不硬件都一样的吗啊，对面可以来一把伺候。来一把伺候啊，关张方一把金青还能接着来，地府这个点的炼魂你不好叠呀。啊，还有那个化生寺身上，你想触发秒四，这两个其实是难点啊。那大唐触发连破以后，灌亮皇要完成自己毕业前的最后一次横扫千军，拿捏对面化生寺队友呢。对，爹爹保护，给魔方寸留点血。灌亮皇也想反杀，但双方的伤害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啊，主要还是状态的问题。关亮皇有金刚，有魔镜，有真阳令旗，哎，都没秒出来啊！有魔镜，有真阳令旗，有金刚，有满层的诸天看护，八层是满层的，不能再加了啊！然后又是封天气，又是龙阵加大克啊！所以说双方大唐的伤害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虽然全民 PK 赛装备是一样的，但是。但是他们的状态现在不太一样啊，状态决定很多东西的。五雷咒再劈宝宝8600，直接飞掉。
以官僚方向的大同这个伤害来看，感觉这个魔方寸拿到这两个单位的炼魂也是简简单单啊。这样的话，大同这边啊已经是有的建设了啊，队友也没法给他贴保护了。横扫千军6800，开刀建设3000，倒地一个5000，再建设2200，哎，再中无魂，嘿嘿，又中无魂了啊！好家伙，也是不容易啊。全民 PK 赛啊，也是可以给到平常酷爱 PK， 但是又没有接触机会接触这些高端 PK 的人啊，一个娱乐的舞台吧。哎，自己平时比如说喜欢三扫大逃，哎，我喜欢魔方寸，我今天就要玩，哎，我输了我也要玩，自己喜欢，终于有这么一个机会了，打一打 PK， 展示一下自己的指挥能力，哎。蛮不错的啊，蛮不错的。来鹈鹕继续保三扫大唐，这个伤害很离谱，再配合一个杀人宝宝，来继续4600。建设1800，3500建设1600，最后一下4900建设2200。对面武装意外身亡了，被建设二死。而对两方还想杀人，但是对面伤害实在差太多了。这样魔方对面化生死这个点的炼魂官僚方也拿到了，剩下就是对面这个地府了。只要官僚方把地府击杀，那魔方寸这边直接就触发秒刺啊，触发秒刺以后，这魔方寸就又不一样，一个暴力的三扫大逃，再加一个龙三有大克的秒刺的魔方寸，走向人生巅峰了啊，直接两大后期全部成型啊，这个场面还是相当恐怖的。最有意思的点就是对战方有女儿村的医术啊，对面有女儿村的医术，导致了对战方哪怕是啊经历了这种频繁倒地的情况，也可以及时慈航的把队友救起来，也是给咱们提供了一个非常不错的素材。如果对面这场比赛他没有抢到医术啊，这个素材也就不成立了。哈哈，你那被官僚方点一圈下来直接早就崩盘了啊，所以说你就不存在后续的一个什么魔方寸成型啊，这了那了的就不存在了啊，这一切的机缘巧合才能促成这么一个视频的诞生啊。七千开刀，大哥你又把他给攻击了，你是有一些过分的啊。6200下手轻点儿，你实在不行就，哎呦，这9700，这俩货这下手都挺狠的啊，你实在不行就别加魔镜了呗，啊，给他留口气啊。现在正好是11层剑以后，对面没法去贴保护了，啊，这很难有人能扛住官僚方这三刀啊。要跑。分身术加一波伤害，加的是一个20%的法伤啊，分身。一把金青，再来一个无魂。像关灯红这回诸天康复加满了，哥哥满了啊，8层了，满了，不能再加了啊！你这不胡来吗？给这个哥哥加一下，对吧？这个、哥哥还没有诸天康复，你不要给这个加了，这个已经满了，已经加不上去了啊！最高就是8层，
1300、3000。云头化身四还是比较硬的啊，本身化身四就比较硬，这云头也就更硬。哎，对战方拉起地府，我要是对面，我就不拉地府，反正我也赢不了。我拉什么地府？拉起来让你杀我啊，然后你触发秒四吗？对吧，我就不拉地府，就搁地上躺着，哎，就搁那躺着，你永远触发不了秒四，膈应死你啊，赢不过你能膈应你。看一个武龙，怪战皇这边还在防点杀啊，主要是大唐手里他有巨剑啊，你得防一手。罗汉盖起来，魔镜加上魔方寸点着地府秒的，那这样关灯方魔方寸已经泛起了蓝光啊，身上冒蓝光了，留给魔方寸的颜色也不多了啊。超级赛亚人，两个超级赛亚人，孙悟空贝吉塔啊，合体。来4800，这哥哥先表演一番，建设一下，减肥一个宝宝，还出连破啊！对面千万不要再次行啊！再次行，那就是再给观众朋友游戏体验，直接秒四。再来，黄泉之息抓一下，队长们也想抢一手啊！物理系的速度也要抢一抢的嘛。啊，每个点的速度都得抢啊，都得抢。黄泉之息再抓女儿村，稳住自己女儿村的速度。魔镜加上提回宝，对面现在有罗汉魔方寸，发挥不出自己最大的威力啊。再给宝宝，看一手真阳，建设而死，孩子神佑。对面千万别慈航了。五雷咒轰下来，5600、2600，剩下三个单位，大唐倒地。对面拉起鸟村，不要啊！他偷酒了，他又慈航了。哎呦，受虐狂呀！受虐狂呀！赶紧扔无魂，罗汉也结束了，这龙三位要表演了，大唐都表演了整场比赛了。魔方寸也想表演表演，建设对南方大唐也是触发了十一层的建议，地府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其实对南方是想翻盘，哎，中无魂，不给你游戏体验，但是差那么一捏捏，关南方大唐并没有死啊，并没有死呀，输出跟不上。赶紧换须弥，不行啊，还是差一点。岁月强控化身，万能方大唐火焰口又可以扫了。黄泉之息手抓早就没了，魔镜加上化身四火又开扫，扫谁？万能方魔方寸，他头上的无痕还没有解掉啊，扫女儿村。孩子飞，孩子再飞，哎，宝宝再飞，魔方寸舔不舔？没舔，哎呦，4500、3000、3000，也还行。这要开个钟馗论道，直接起飞。但怎么感觉还没刚才那个须弥厉害？这实话啊，实话啊。头上的无痕还在，4500元大推口，魔镜加上，再来劈一下18000，打鬼魂有伤害加成啊，打鬼魂有伤害加成。
必须笑里藏刀。这回三嫂大团配魔方村一起来，对面继续扔武魂，一起来，2000、1700、6700，武装没了，地府估计要被一下劈死了。又这18000白白了您嘞。